大家好，我是月光老师，接下来跟大家预报2月27号、28号、29号，就是礼拜六、礼拜天跟礼拜一个星座的运气哦。运势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摩羯座，心想事成的一天哦，不管你有什么愿望，朋友都会帮助你达成。第二个呢是处女座，你自己呀很乐观、很开朗，然后呢长袖善舞，一直逗身边的人开心，然后人际关系呢很和谐。第三个呢是巨蟹座，这个周末呢跟家人一起出游哦，非常的开心愉快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天蝎座，你的家人呢、可能情绪不太稳定，或是健康不太好，然后呢你又不怎么想跟他们沟通，所以呢有一点点沟通不良，大家都在生闷气也多留意一下。第二个呢是水瓶座，你会感觉到有一些压力，特别是来自于伴侣啊或者是朋友，然后你不太想理他们呢，会有一点点冷漠跟逃避的现象。在新元色及数字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白色，数字是3；火象星座朋友是金色，数字是4；水象星座朋友呢是粉红色，数字是2；土象星座朋友是咖啡色，数字是6。